上赞好吃，真正是好吃的手拎手饼。叮叮！安东尼，你又在跟玩具总动员啊？爹，你少管闲事。你怎样黑不是真的？叮叮，那是真的啦。你没有粉红巧克力糖霜甜甜圈，再来站一次。大小。听北要用我的粉红巧克力糖霜甜甜圈再来蘸一次哦，真的吗？那你得问问我手上的新食物朋友肉桂卷。丁狗鸡啊，金丝啊！来看看谁的食物能够当太阳眼镜。一杯挂在里头啊，又灵人哎，还是粉红色的，价值碎当当。我的眼睛啊！那就来玩这个吧。我靠，没情色哎。他说一杯好喝的新疆奶茶，你准备好寿司吧？安东尼那个北七。他不知道我有这个配方能够让新疆奶茶弄得更好喝。耶耶，如水如鹤。耶，这一定是巧克力耶。我们来挑战看看你老莫。你老木是人不是食物好吗？但他被写在宝典上啊，就不能挑战别的吗？好，就来试试汽车防盗锁吧。熊哈，拜托兄弟帮我整治那些偷车贼。哦，熊赞，周董今年的专辑摩羯座真是赚到了，哈哈！嘿嘿，那些小偷绝对打不开车门的。你行功啊！看你的肉桂棒能不能变身成我的甜甜圈？它可以。哦，是金哎，对，母弟，对，母弟，一美赛，它不是粉红色的，它没有糖霜。它没有巧克力，而且肯定没有甜甜圈。你这话的意思是，妈妈爹，你怎样哎？你去吃屎！我们上甜甜圈，大姐嘞，你本来就是甜甜圈，嘿！听好，肉桂棒，我要把你抛上天。如果你掉下来时没有变成甜甜圈，我就宰了你！耶！哇哇哇哇！甜甜圈！下一场是炸弹。要是你袂当爆炸，你袂台死你专家。哦，我哇塞，我要丢到其他地方去。不，别丢我的车！你没被戏啊！你没被戏啊！不，别丢我的宠物小石头！不，别丢我心爱的呵呵！靠！你别被台戏力转嘎死甜甜圈，来吧肉桂卷，让伊恩来看看变身后的你有多么的带劲，嘿嘿，哇，哎，他好带劲，嘿嘿，安东尼一杯爆炸，哇，耶，我变羊过了。我的甜甜圈一定要打败你的肉桂卷，像小李他妈的飞刀可以当暗器的杀人武器。哇哦，杀很大，嘿嘿嘿嘿。啊，我的伤口，上把甜甜圈去杀人吧。你竟敢乱丢热色啊，波动拳靠腰哦。来吧，我们来杀人吧。哦，玩具总动员是慢死了。
玩具总动员是笨死啊！啊！啊！你个爸啊！恁爸足介意这笨死。伊恩，伊恩，您刚赢得九十七年度食物擂台。加桑，去死吧，伊恩！呀、yeah! ！啊！我以为他已经死啊。已经骂死啊。哦，真是太好了！您刚赢得九十七年食物擂台，你现在感觉如何？我要去参加马总统的派对。哦，小马哥，我可以去吗？啊、真的吗？靠！朋友，你什么也别愁，道路坎坷，困难多，十万八千里才到家门口。你只要想起我在你左右，我是你的好朋友，耶，我是你好朋友。